好啦，我哋介紹一下基本上我哋嘅產品先。咁首先嚟到咧，我哋展覽咧，其實好多版嘅，咁我哋睇睇先嚇。版咧就係 Victor 設計啦、製造、開發嘅 MT 系列。咁、有啲版咧，我甚至乎買到斷貨添。跟住咧，仲有我哋一啲 servo 啦，最新嘅機械人專用 servo 啦，同埋咧呢個最新最新。是跟韓國一模一樣的雙部機械人雙部專用的、我們看一看這隻呢就是 Leo 的機械人但很快的它很厲害它自己開發的另外我的雪條棍不過玩到呢連手都斷了今晚就幫我撕回另外呢就有這個大一點的新版本的阿 Leo 的機械人，用最新的 servo 啦，同埋 CNC machine 做的腳嘅，你見到啦，嗰啲鋁片全部 CNC 做的咁咧，呢一個咧就係佢幾年前咧做的小型機械臂。好啦，過嚟呢邊就會見到咧，有阿 Keith 嗰只 KT 零三啦，大受歡迎嘅呢只。咁咧，其實呢只 Kilolo 咧就係、我哋有啲台灣嘅 fans 去帶嚟嘅。咁啊，玩咗兩日咁就瓜咗啦，因為佢唔夠力啊，所以講。咁另外咧，有好多鬼佬對呢一隻細嘅 setway 咧好有興趣喎。反而咧呢、這個就意料之外嘅。咁我哋每日咧都有啲片咧都擺咗喺度，咁一路可以睇啦。咁同埋咧，即場咧可以買嘅。如果有興趣咧，就可以上我哋嘅網址就可以睇到㗎啦。